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这里是红尘视频。刘嘉玲是香港很出色的女演员，还获得了很多的成就，而且她的气质是很好的，现在在娱乐圈中可以说是一位老前辈了。而且她和梁朝伟的婚姻大家都能够知道，两个人自从结婚了之后就变得非常低调，过着属于他们的恩爱生活。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也是比较大了，有很多网友都非常在乎一件事，就是他们之间会不会要一个孩子呢？而在金星的一档访谈类节目中就询问过这样相似的问题。在节目中，金星就问过刘嘉玲，她和梁朝伟怎么还不要孩子呢？而刘嘉玲的回答则是不生，因为所背负的责任会比较大一些，并且这两个人对于不要孩子的观念是非常一致的，他们都非常尊重自己的工作。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经历了那么多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做出了选择，并且非常理智地考虑过一个问题。而就算是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也是过得非常幸福的，也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，真的让人很是羡慕啊。不知道你对于这两个人不生孩子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、点赞、关注。